不是这意思吗？其实很多人觉得是给我了一个很高的评价，认为我是女神。但现实生活中，我觉得我更逗逼一些吧。干嘛？他的形象跟他的生活里的气质中间差着三个亿人。杀死你！对我来说，不是一个很好的一次发挥。为了生存，会比较滑头的去骗钱，一个大混子吧。他其实很烦这个行业，但是呢，他又不知道自己适合不适合，然后呢，反而是赢在海南出现，给了他一个支撑，非常开心能够压压一下。不行，我紧张你好久了。你有吗？这不行，这绝对不可以。老子想去吧，你要上天啊！我发现这孩子也是，很有爆发力，真的。你只要写个 action， 我绝对给你状态来。哎，你们好，我是警察。这没办法，我这个人就是。就是胆大，当然生活中也会去练练，比如说每天我会洗脸的时候把头抹在那个脸盆里，让眼睛适应在水里睁眼。真的是，也是100%的一个服务。我也非常感谢导演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了很大的空间。天哪，还有救了！你们都来了，我走开，马上就要炸了。讲一个撒贝女人和一个不要命的男人的故事，鼠胆英雄。打死我！这个撒贝女人叫杜青，为父治病欠下了50000块高利贷，急需偿还，但又不肯卖身。不能因为50000块钱就把我自己卖了呀！这个胆小如鼠的男人。上海滩青龙帮不入流的马仔混混，一事无成却暗恋女神杜青。杜青，我给你。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，且时日不多之后，他决定弥补所有遗憾，
唯独剩下像杜琪。听告白，你要不马上搞到5万块，你永远还不完。在听了不该听的，看了不该看的之后，他决定帮女神还高利贷，不就是5万吗？我替你还。起初，他决定卖掉深受祖先庇护的豪宅来凑足这笔巨款，奈何祖先太近，动了如愿。这是我姥姥，她保佑我下雨不漏。之后。他得知因公殉职便可以得到抚恤金，心想反正都是死，死前还能替女神还了钱，就不算白死。你就去当警察吧。从此他踏上了一条拿命换钱的晋级之路，也开始了自己黑白两道的无间生涯。我就不让你当青龙帮的老二。本着不要命不怕死，盼着自己被杀头的念头，他屡立奇功，身价也一路飙升。并且也除掉了一票江洋大盗，知名度也不断攀升，成为时尚红人。我要提拔你当副警长。副警长。抚恤金10万，成为老百姓眼里惩恶扬善的大英雄。只要你来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收钱。他也第一次感到良心比钱更重要。我宁可做一个胆小鬼，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。知道自己要死了，所以不怕死，因为英雄一般都不怕死，所以成为了英雄。但在与毒贩的火拼后，英雄成为了烈士，女神也拿到了抚恤金。